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在陪玩平台上随机点个陪玩师，然后打到故意吵架，责怪陪玩打得不好，把气氛弄得很僵，看看陪玩到底扛不扛得住。挑战成功的话即可获得买咖600点，失败的话只有安慰奖300。那这次我们邀请到了 EDD 一起跟我开搞这个企划，那我们直接开始吧， Go Go AKA 你的快乐女孩气氛的拿捏大师， OK 吧？哦，好，那就这个小威，这个小威玩一小，你变态哦？怎么了？我们一开始就不讲话，看他可以自嗨到什么程度。好。喂 ，Hello， 听得到吗？会太小声吗？我的麦。那我就玩辅助哦。没事，我们都有抢到。你要玩什么 AD？ 我看有什么可以配合你的。露露 OK 吗？你开心就行。好，一定是很开心的。你那照片是橘猫跟另外一个白色的猫，是有品种的吗？可爱的喵喵。好，先开麦，先开麦。啊，怎么啦？心情不好吗？怎么叹气了？太久了。怎样？哦，不想输哎。怎么卡这么晚？啊，你不想输哎。哎、欸，还行吗？我帮你扛，我帮你扛。都几百年了，还在玩这招？看，哦，你在干嘛？这样都 K 不到。可以。你捡我头干嘛？我帮你们打得过你啊！对吗？哦，是的。哎，没死，可恶，差一点，他刚好有盾了。哦，不要控闪，下次就直接上闪现上去 A 就好了。我以为他死了、啊。我刚刚有 A 到啊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有盾。干嘛不让辅助扛啊？下次我扛。记得吗？我还是那句话。那年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。你在干嘛？你这样都可以 TY。没事没事，有换掉。哦、你不会玩女星，下次不要玩了。我先关玩笑一下，我受不了。先撤了，先撤了。人家都说撤了，你在干嘛、啊？哦，我在吃运日德。我刚吃运日德吃到怪你，我差点自己笑出来。乱杀！不要再牵我头了，我是 ADC 耶。你要不要看战绩？没把。怎么啦？等一下！我讲到想笑，我先等一下。你想讲什么？讲话！等一下，看你脸。我会受不了，没把谁在混，谁在吸？我没帮你是起得来你。可以。
病杀小了。吃龙肉。哎、欸，人家叫你吃龙。阿旺哭啊，不想听。哎，你们自己玩吧。不大招嘞。哦，你大招怎么会给一个巴德啊？你跟 AD 吧，别再逛了。对啊，你都不跟我。这边辅助也在中路啊，我肯定要来帮的吧。哇，那你去拆啦！打龙没了，龙团都升了，你还回家干嘛、啊？帮你也吸不动啊，每场都这样，都花钱找陪玩吸你的，还是这样？他真的太卡了，大家都玩得很好，可以哦。Nice， 帮这么多次终于有用了。你终于有用啦，抽什么？哎，前我前面捡我那么多，小心，特萨斯。哇！哦，冲进去辅助要比我大啊。那我 R 到底要给 AD 还是要给你？我刚进去，然后四个人在我旁边，我辅助直接给我带，不是赢的吗？风向带那么好，都没人保。看吧，辅助比我大就赢了，早怪这样玩了。下次知道了，下次知道了。有声音吗？我们刚才这把是闹你的，真的假的啦？对，真的假的？我现在想说完蛋了，我还要打第二把吗？还是这单就算了？还以为你们在吵架哎、欸，你知道我玩到一身汗哎、欸。我们错你，你有觉得怎样吗？我就会有点不舒服一点点，因为确实是我玩的不好嘛，所以我觉得没什么。然后刚刚打到一半的时候，我们都关麦，然后在那边偷笑。对啊，你们很坏耶。对吧？我还在想说怎么办，我都不知道讲什么，因为其实正常的场我是话很多的，可是刚才气氛一度。那么好，谢谢你们。我小时候后面打赢大家都开心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就够了。